在这干嘛？出去玩？啊？飘飘。嗯。你都休息这么久了，是不是应该劳逸结合？劳逸结合？一会儿就训练吧。不不不不，今天我看外面天特别好，我们要不然出去逛逛街，买买好吃的，巧克力豆、彩虹糖、棒棒糖、口香糖。算了，反正我也管不了你。不然，我们去放风筝吧。飘飘。嗯。我觉得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。嗯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分开，可以啊，分开，分开，分开，嗯，分开，分开，分开多久？走。哎呀。走吧。分开多久？1分钟，1星期，1个月，分开多久？走。我回去吧。我回哪儿去啊？滚。腰抬高一点，腰是力量的源泉。我这不是想的是，我不想留点咱们两个人一起的回忆吗？至于吗？我不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。你就跟我说分开，你有病吧？一点小事就赶我出门，小气鬼。我不就是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吗？工吗？我把心思放在这儿不就好了吗？